战粒头党绝版大细烂。Now， 去年被迪士尼收购的 George Lucas 经典作 Star Wars 最新动画未等秋天有得睇啦。新版主 Disney 究竟会加入咩新元素呢？肯定令好多 fans 期待啦。有两位大黑星战迷，仲话要拎埋屋企啲珍藏嚟撑佢哋啊！呢对 R2D2 嘅帽咧，就系日本一只呢个牌子啦吓，咁出嘅帽，咁就系2009年嗰时出嘅，嗰阵时就系佢第一次出星战嘅帽，咁同埋佢系喺日本 online shop 先有得买嘅。嗰时啱啱有个朋友就喺日本嗰边留学，就希托佢咧就上网帮我买呢顶帽，咁就因为限量嘅本身顶帽，咁好彩佢都好快手买到，第二日咧就已经寄咗去佢屋企啦。阿1993年开始迷上 R2D2， 屋企嘅珍藏超过600款。今次仲展出佢珍藏嘅 R2D2 餐具、保温袋、戒指同埋彩绘陶瓷等等。呢套彩绘陶瓷就见证咗 R2D2 喺1980至2000年间所遇到嘅经历，绝对值得收藏噶。而同样系草星战，身为官方认可星战迷组织嘅香港驻军指挥官 Joseph 咧，就草1:1光剑同 Captain Rex 头盔为主。它的主人其實就是 OB-1 學徒光劍，為什麼會比較珍貴，就是其實是從來未有生產商生產過，這把是 Fans Mix 的，是根據外傳小說一個封面，其實是一個畫家是叫做他想像中畫出來，而一個 Fans 就根據他那張畫而將它實體化，生產量也不是多，應該是 幾十把左右。展览除了有绝版珍藏，还有由 LEGO 砌成的复制人大战场景、雪地大战场景、Hot Toys 和孩之宝的 figure， 讲是不少得限定星战产品，星战迷咪错过啊。